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最近就是疫情的关系啊，然后大家可能都躲在家里面，然后这时候一些那个调理包啊就非常的方便啊，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出这种那个常温可以保存的牛肉面调理包哦，现在大卖场很多都在卖啊，价格从100元内到将近300块的这个范围很大啦，都有啦，而且里面也不乏一些名店啦。好，那今天偏向跟大家介绍，就是那个我都是在大卖场买到这些东西啊。啊，你们放心，这绝对不是业配，因为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没有要找我业配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首先跟那因为我一个人做啦，就没办法做什么，像很多那个 Vlog 他们Vlog 他们会做那个很多家评比啊，因为他们人比较多。我只有一个人哦，一次就是可能吃一碗，我觉得一碗介绍啊、哦。那今天第一集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一个，杰康大厨在家。哦，这都是我自己买回来的。哦、那像这一种那个调理包，它现在就是会有一个纸盒啊，然后里面会有一包那个一包汤料跟一包干的面干啦、啊。然后它的汤，跟一般以前的那个浓缩不一样，是说它这个汤就是直接隔水加热倒出来就可以喝了，它那个就是一碗汤的量，哦，然后面也 OK 啦，我就觉得面量应该不算少，那今天就做这一碗出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些，对。那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一碗好像是89块吧，没有很贵哦，这一碗好像没有100块。那我刚有试一下味道，我觉得还 OK。对，哦，首先你看它是半筋半肉，半筋半肉的就是会有那个牛肉，不要讲啊，那个是肋条的。哦，那这一包面它有四五块肉啊，蛮多的，这是热条。然后毕竟是工厂出来的啦，所以口感就不能要求的跟那个新鲜去刚煮出来一样啊。但是你看呢，半斤半真的有牛筋啊，这个我就觉得蛮有诚意的。哦，牛筋的口感不错。然后再喝那一口汤，那它那个里面有酸菜啊，这汤，汤头的话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啊，不难喝，但是也没什么亮点。不过它味道我觉得还 OK， 没有很咸。它面条就是比较扎实的口感了、啊。一般像这种调理包，它都是用那个关庙面嘛，对，很多都是大家都关庙面那边做的。那它的特色就是关庙面是日晒啊，日晒面干。那这一包面，我觉得又煮了。它盒子上有教你说是怎么煮，去判别它有没有熟了 我是直接一锅到底去煮啊，这个面煮起来还蛮花时间的，就是那从水滚丢下去那个到煮好大概要将近10分钟才会软，煮这个面有点久。那我自己在家里面啊，会加一点葱花蔬菜，其实说真的不会煮。已经很多外面在卖真的那个牛肉面店的牛肉面了，那味道方面也还 OK。然后今天那个面就先接到这边，啊，下一包我会陆续再把它买回来，然后再一包一包试给大家看，
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好。然后美食情报不漏接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喽。好，那我继续吃面了，拜拜。